者汪损海台北报道，周董周杰伦日前欢庆36岁生日，在 IG 晒出和昆凌的幸福合照，以及老婆为他亲手做的翻糖蛋糕，恩爱模样闪瞎不少粉丝。昆凌昨晚出席美妆派对，被问不同样热爱发糖蛋糕的蔡依林相比，昆凌则大方笑说 JOLIN 是专业级的，我只是家庭式的。周董日前被网友直击手拎珍珠奶茶现身街头，身材明显发福，纷纷亏他把手中珍奶放下。昆凌仅被问及此事，他笑说觉得还好，我觉得那张照片照得比较胖，本人没有照片那么胖，还前夸周董手臂仍有肌肉。至于周董是否有量体重，昆凌则打趣回人瘦的时候才会量体重吧，巧妙回答让全场莞尔。他也透露小周周目前只是在学画画，应乐等才艺课程，预计三月才会正式上学，现在也很会照顾弟弟 Romeo。 某次还制止昆凌说话，同言同语说妈妈不要讲话，弟弟在睡觉，让他哭笑不得。昆凌昨晚出席美妆派对，记者吴顺祥摄，周杰伦资料照，记者潘少棠摄。